象中的舞者，心灵。一个兄弟在台上啊，五个兄弟做他的影子，风头全他一个人出了。那个小松怎么看？我很喜欢这种节目，最重要的就是编排，因为音乐跟舞蹈是时间艺术，你们用一个特别好的创意把时间重新格式化了一下。谢谢大姐，你如何处理这朵花呢？你们年龄都不大吧，孩子们？平均年龄28岁，最大29岁。把你们几个人的年龄加起来和我同岁，我看到了你们的青春，看到了活力。在这边，我希望评委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介绍我的团体。好，可以。可以。大家好，我们是 Luxy Boy。大家好，我是 Luxy Boys 建豪，今年27岁，因为喜欢看电影，所以在电影院卖爆米花。大家好，我是 Luxy Boy 队长陈泰，今年28岁，我目前职业是广告制片。大家好，我是 Luxy Boy 阿志，我目前27岁，我的职业是会计。我是小鹿，今年29岁，我是街头艺人。大家好 ，Luxy Boy AK 27岁，平面设计师。大家好，我是 Elmo， 我是卖衣服的，而且呢，大家都叫我生活体验家。配合得非常好。刚才有一个观众跟我说，你最不卖力了，大家都在扯着电线跳，就你，然后还给评委献花，是这样吗？是的，因为刚刚有一部分的舞蹈我的膝盖不太适合。你受伤了吗？是的。是因为你受伤了才有这个角色是你来，还是你不受伤也是这个角色？波波老师好。你好。其实呢，这一次我们来的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帮阿志完成这个站上世界舞台的这个梦想，因为其实在4年前，我们曾经有练习一个高难度后空翻的动作，让他的膝盖受了伤，然后他的膝盖现在其实只有一条韧带连着，他每天需要做很多的复健，才能做出一般人可以做的动作，所以我们这次编排上，阿志就是没有做那么激烈的运动。阿志听见了吗？你弟弟说是帮你实现你的梦想，你知道吗？是的，我知道。我很感谢这群兄弟愿意放弃他们现在手边的工作，陪我一起来完成我的梦想。你现在就是这么一根这样的筋了，还是要登上这个舞台吗？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继续完成我的梦想。就是他现在很辛苦，其实他每天都很辛苦在做复健，他如果不做特别的运动会萎缩，我们其他人也许还有更远的机会可以走，那他的话希望可以在他最就是还最年轻有活力的时候，就是更快达成这个梦想。小松 yes 还是 no？ 我最后提一件事情，就如果你们有下一轮的话，我希望你们把高度这个纵深的创意再想一想，好吧？我给你们 yes。谢谢，大姐。我模模糊糊的感觉，阿志现在是6根筋，5个兄弟让我很感动。你要知道，艺术有的时候。技术是一方面，一个人的善良
那种爱其实也非常给艺术加分。为此我给他Yes， 谢谢。好，我要给你 Yes， 恭喜你们已经成功了，谢谢，谢谢。我们团体的梦想是希望成为华人圈里面最具创意的舞蹈表演团体。